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、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、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，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，支持召开更大规模、 更具权威、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，战争不能再无限继续，正义也不能永久缺席，两国方案更不能任意动摇。